隔離咧就係啱啱預選第二名出線嘅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呢個名其實有咩由來嘅？呢個係就係快，快係啊，快就可以征服世界，競速嘅一個比賽，所以叫快。頭先你哋覺得自己第一 round 啦，其實個成績很好啊，你哋覺得自己個感覺打成點啊？係。我覺得個表現是超水準，因為你坐到出面咧，即係個潛能是會激發咗出嚟，係啦，咁所以之前練過嗰啲位置全部都走到幾 perfect， 咁就所以做到一個咁好嘅成績。哇！咁啊，頭先啦，比賽咗你哋好犀利啊，其實你哋第二名出線啦，你哋有冇啲咩技巧同埋頭先打嘅時候覺得順唔順手咁樣啊？覺得呢打勁，領導有方。哦，邊呢打領導有方係嘛？有冇一個好 OK 啦 ，OK 啦。阿Leader突然之間爬走，其實計算得很準嘅，佢哋咧所有彈法都很靚，基本上是那些位置做到的。咁啊，嚟緊啊，下一次啊，再嚟呢、這個決賽同埋準決賽啦，有冇啲咩心得或者有冇啲咩準備，覺得要嚟緊要點樣啊？隊友咯，盡力就得啦。相信隊友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耶、yeah. ！希望佢哋到準決賽同埋決賽嘅時候啊，都係一定係咁快可以過到關啊！